有會員就問啦，如果我做櫃想做到頂，係咪要現場做櫃先得咧？其實現場做櫃同埋做唔做到頂係冇關係噶。現場做櫃的確有佢嘅好處，不過就唔關到唔到頂事。第一個好處就係佢可以做貼縫牆，咁啲位置就用得盡啦。有陣時就係爭嗰少少嘅啫嘛。咁但係你話啦，我間屋好大啊，我根本就唔需要用盡啲位佢。咁佢做得貼咧，有第二個好處嘅喎，就會穩陣啲啊。譬如你撞埋個櫃落去，嗱櫃咧，如果你訂做九十度噶嘛，但係縫牆唔係九十度噶嘛，咁你撞埋佢咪容易嚟啦，出現裂縫啊。咁所以咧，做貼個牆咧有第二個好處，就係佢會更加穩陣、更加實淨。第三啦，料靚啲，師傅好啲。點解咧？嗱，通常咧現場做櫃都用翻香港師傅啦。咁啊，香港師傅做，咁你唔會用現場做櫃嘅技術去做啲借渣板噶嘛。咁所以通常都會配翻啲靚料、靚五金。咁亦都因為咁，現場做櫃一般嚟講規格亦都會高啲。好啦，仲有兩個好處係咩咧？唔夠時間講，留言回覆係咩咧？我就會 inbox 個答案俾你噶啦。今日去到依度。